喝酒要拿这种钻机吗？放心啦，绝对靠谱，是个靠谱男人。你是说这里边有酒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是不是？嗯，那我给你打赌。哦，直接钻。有没有中奖？没有啊。这个，试一下，钻一下。现在表演一下哈。好。没。又没有。忽悠我们吧。胡大哥说，他要寻找的是一种陪着竹子长大的酒。两年前，他将酒藏在了竹子里，经过两年的陈酿后，这种白酒有了浓郁的竹子香。这是定南客家人招待亲朋才会拿出来的美味，只不过要想喝到，还得凭运气。 也就成了第一个竹杯，这个竹杯这么漂亮，老婆给你。哎呦，结婚多少年了，胡大哥？20多年了。结婚纪念日哪一天？结婚纪念日。嗯，老婆，结婚纪念日哪一天？哇，你看，来来，下一个接上，下一个接上。点慢意思，好香哦，这个酒一出来就闻到那味道。干杯。